当然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也就是前面最前面的两个字吧，所以我们不会，其实我们不会把要赚钱放在第一个，可是结果我们好像还是蛮赚钱的。那这就是我们陈老师讲的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， 就是你要做好事，其实你做好事就比较容易成功。你心里头想的不是第一个，不是利益，第一个是好，那么你一直做好的，那后来可能就会把其他的好也带过来，那财富当然也是蛮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才有资源来做我们的公益的事。我们今天上一书奖学金的，这么厉害，太厉害了。我是会计师。谢谢。你要不要再回饭店吧？你们后悔？没有啊，完全。Okay、真的不会爆肝的、啊。没关系，当外交官也是要爆肝。OK， 外交官很辛苦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尤其现在的这样的环境，没关系，有兴趣就报了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年轻，来看一下就出来。老师房间看完就跟我再往前走哈。一定会 amazing， 一定很惊艳。进来，两边来，进去还要进去就赶快进去。现在这里你要帮我带包。他是跟我同届的，没什么。
看到？国芳的在哪里？国芳在，看到没？有。有看到哈？是人家以为我收集玩具，其实以前是国芳采购的。来来来，我们再去看一下同事的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就往外跑。另外一个，你不认识，不认识，因为三个人都不认识，难怪都没有人打招呼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记得。不要跟主任讲说我知道。为什么？不要跟主任讲，我知道，我认识他了。那应该研究所了吧？是不是？对。叫康什么的。康明轩。哦。我不跟他耍。啊，你来帮他带领吗？不是啊，我就是啊。啊，你就是啊。哦。对。我迷路了。我人生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不会迷路。哦。啊，你约一下一起来啊！我就不是，我不认识你们啊！我跟朋友说的时候，就说不认识两个人，不认识。哦。因为硕班很难跟大学部有，而且我又不是跟你差一年，是差两年。哦 ，sorry。还好没接到，还好没接到，不然我一巴掌。那就是震撼教育啊！从我身上我就吓到死，心中的铁。对啦，就是。还有些什么？是看到大米弟弟在里面，怎么在找我，还蛮爽的。嗯。就大米看他们两个还蛮开心的。对啊。你知道吗？他很常出现啊。张老师很猛，没有你要这么近距离看他。哦，对了。但是问题是我跟，其实我刚刚我突然想，我刚刚想想，他那个头，然后坐在那个竹轮单轮车上面，那晃来晃去。这个也不错。哦，另外一个忘了。哦。我看明天如果顺利的话，搞不好以后就可以常常遇到李老师。你啊？对，你要来这边实习？不是，东吴啊。啊，明天面试。啊，他对啊，他们那边有一个学姐在那。真的吗？就是可爱的小小姐。啊哈哈。非常 Q， 讲英文很好听。哦，我好像知道。太多间了吧，好多那个。但是每个位置都好小。对，不过要是租金呢、啊，这种。谢谢。又是你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下一念国际政治很开心。啊，好。OK。是，其实真的很有趣，就是像我刚刚讲，我在办公室38年，因为我自己不断的换我的角色，我
对角线那边的那个麦当劳的楼上，我马上就来。